车出发了，彩虹映照着追不醒的快乐，软软的影的最神秘，长长的背影追寻你，记下了谁的甜蜜，是最最神奇最耀眼的爱，滴滴溜达达圆圆的眼睛，看到的世界最清楚透明，欢迎我们公司的新同事，全能员工史力克。哇，全能员工！你办事我不放心，所以找人来替代你。什么？替代我？老板不要啊！我也想留你，但是从头到尾你一只仓鼠都没抓到，留你这个废物还有什么用啊？老板，别呀！史力克先生是游泳冠军、跑步冠军、捕捉能手，总之，他将会是我的得力部下。你最后的工作，就是带史力克熟悉工作环境，之后你就可以滚蛋了。最后的任务，老板，我一定站好最后一班岗。史力克先生，请多多指教。你们出发吧。你以前做什么工作的？你一定很会抓仓鼠吧？史力克先生，史力克。好啊，我叫史力克。啊，原来你一直在睡吗？俗话说，磨刀不误砍柴工，我要养足精神，抓更多的仓鼠。高人行事方法就是与众不同啊。史力克，对面就是仓鼠乐园，里面住着无数的仓鼠，你的工作就是把仓鼠抓回公司去。我的任务完成了，好运，史力克，我走了。别走啊，大哥，难道你甘心就这么离开公司吗？别叹气，大哥，我们一起抓仓鼠回去，老板就不会赶你走了。啊，我们？当然了，大哥，我们兄弟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我是不会让老板赶大哥走的。好兄弟，我一定不会忘记你的大恩大德。我们一起去抓仓鼠吧。我们在这儿等吧。机会来了。我已经半分钟都没有吃东西了。史力克，有一个送上门了。哇，这么肥，带回去岂不是很累？这个太重了，我们后面还要抓很多仓鼠，这个胖子是个负担。大哥，抓仓鼠是要有策略的，要先从瘦的抓起。还是您想的周到啊，策略，要讲究策略。小胖子，今天算你走运。哦吼！来了个瘦的，史力克，我们行动吧。对，就是他了。史力克，接下来应该怎么做？怎么还有一条蛇？嘿嘿，
怕了吗？他是我们英威牌公司新聘请的员工史力克，是一名全能的抓仓鼠专家。大哥，快抓住他！哦。这仓鼠跑得好快呀！不怕，史力克先生，听说你是跑步冠军，露一手给兄弟瞧瞧吧。这是当然了，不过现在是在抓仓鼠，不是显摆的时候。我们追仓鼠也要讲策略，你先从这里追，我再从后面绕路包抄过去，这样小仓鼠不就成了我们的囊中之物了吗？这方法简直妙极了，我追。不能让同伴们开彩虹桥啊，否则狐狸和蛇会跟着我过桥的。哈皮蛋，有本事你再跑快点啊。好的。尽量快跑吧，小仓鼠，去冲向史力克的怀抱吧。被狐狸和蛇发现就糟了。狐狸和蛇，他和狐狸就在果园里，正想着办法抓我们呢。那怎么办？我们暂时不能开彩虹桥回去乐园，否则他们会跟着我们过桥的。对，现在我们要想想办法对付他们。史力克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大哥，我早跑完一圈回来了，可是跑得太快都看不见那小仓鼠了。这个我没想到你的速度这么快呀。我跑得当然快，只可惜你追赶的速度配合不上。都怪我。哎呀，算了，大哥又不是跑步能手，不能怪你。看到了，他们在那里。让本公主看看，真有一条蛇。根据我的经验，他们不会走。史力克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？这个嘛，有时候最简单的方法往往是最实用的。你是说挖陷阱？对。听说史力克先生是挖地专家，那就靠你挖陷阱了。慢着。我们应该先找些掩盖陷阱的树枝和沙土，再挖地，这样才能一步到位。您真高明啊。大哥，我们分工，我去找树枝，你负责挖地。可你才是挖地能手啊。果然是外行人，竟然不知道挑树枝比挖地更重要。哦，事不宜迟，大家分头努力吧。看来那个史力克并非什么抓仓鼠专家，而是个偷懒专家。那就好办了。哎，小福蛋呢？什么？快找啊！天黑了，糟糕，还没抓到仓鼠，老板又要发飙，怎么办？是仓鼠，小福蛋，太好了，小福蛋，仓鼠终于送上门了，危险！哎呦，好险！救命啊！哎呦！救命啊！真的有笨仓鼠掉进陷阱了吗？是时候回公司交差了。老板，我回来了。哦，抓到仓鼠了？这么大一包，一定有不少仓鼠吧？
大哥，怎么是你呀？我跳进陷阱了，对不起呀。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的东西，又破坏了抓仓鼠的计划。老板，我……你这废物，赶快给我打包滚蛋！他走之后，工作谁来做？老板，胡经理虽然最后破坏了我的完美计划，但今天也帮我出了不少力。求老板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史立克，我破坏了你的计划，你还帮我求情？老板，今天我跟着史立克学到不少抓仓鼠的技巧，明天我一定会抓到仓鼠。老板，你千万不要赶我走啊！别等明天了，现在就去把学到的技巧用上吧。开往永远的火车出发了，彩虹映照着追不行的快乐，冉冉的银的最神秘，记下了谁的甜蜜是最最神秘。